按中间红色按键开机，然后我们讲解一下这是调节速度，有九档可以调节，然后这是力度调节，也是九档，然后这个是加热，加热的话是三档，高中低档，然后定时也是三档，从十分钟到三十分钟，然后这个是启动键，按一下启动，按一下暂停，调节好自己显示自己需要的力度跟速度以后，然后按开启键就可以了。手套使用，手套插入这里接口，然后按开机键，然后调节自己想要的速度、力量，然后跟温度，然后开始训练。我们这款力度是比较大的，深握幅度都是比较大，可以自己调节。然后还有加热功能，加热功能的话可以缓解肌张力，更有效的训练。分指手套的话可以调节气阀开关，进行单指多指训练。平行的时候是气阀关闭，竖直的时候是气阀打开。下去我们讲解一下镜像手套怎么使用。这个是镜像手套，这是训练手套。把镜像手套接口直接插入主机，自动调节镜像模式。当镜像手套握拳的时候，训练手套自动握拳；当镜像手套张开的时候，训练手套自动张开。我们这一款是传感式镜像，不需要按键，所以操作比较方便，训练效果也会比较好，灵敏度也比较高。接下去我们讲解一下如何镜像分指训练。调节气阀开关，气阀开关平行的时候是气阀关闭。需要训练哪几个手指，可以单独调节气阀开关。